是你，就说过嘛，我们总有机会再较量。我挺佩服你们的，咱一个市政没有监控录像的地方，你选这里死，你不亏。你以为还和之前一样吗？等会儿，你是吴学兴派来的。吴学兴已经被我给引诱了，你是他最后一张牌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我可以帮你洗白身份。吴学兴付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。你要知道，我跟苏氏内部很多人都有关系的，就算今天你杀了我，吴学兴也付不了你酬劳。但是你要是跟我合作，天海市只是我们的第一步。我说是明白，没什么老爷子专门叫我回来。要想活命快跑。你保护他有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杀了他，我们俩痛痛快快打一场。你杀不了他，更赢不了我。大力点，没感觉，是吗？哇哦，就这个能耐啊！啊，干嘛？来呀！可是刀上有毒。十几分钟就能要了你的命。十几分钟，你能挨那么久吗？你不是说刀有毒吗？自己尝一尝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没干什么。站着。我说没说过，女孩子不许这么晚回家。妈，我累了。你是不是又去你外公家了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妈？小雅，你怎么了？小雅，你有什么事？你跟妈妈说，你怎么了？想爸爸了，你说。
还能回来吗？杀手已经确认死亡，你认识凶手吗？我说认识也没用，布雷这个人在哪儿也没有什么记录资料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没有合法的身份，我只能说他非常危险。我会向上级申请特殊警力来围捕布雷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唐警官，你一定要重视这件事，他只要盯上了猎物，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他盯上了谁？很可能是柳峰，也可能是我。柳峰在这个案子里位置特殊，还不知道他对问讯是什么态度。他可能就是死掉那个杀手的雇主。你们还留什么资料吗？如果真的是雇佣杀手的话，能留下什么书面资料呢？而且……而且什么呀？进去看看你就知道了。他是协助调查重要人员，没关系。我们刚来的时候，这里只有尸体，这期间应该没有别人进来过。这地方一目了然，什么也没有。就算柳峰真的像你说的是个阴谋家，这个地方也不是他真正的办公地点。我推测他只是把这里作为秘密据点，所有公务都是通过电话指挥手下在别的地方执行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柳峰？我很想帮你断飞，但是按照这个情况来看，柳峰是这个案件的受害者。难道两个高手无缘无故的在柳峰会所打起来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？从法律上来说，柳峰不用为贝尔的死负责，我们会要求他持续协助调查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的行动，但是没法申请逮捕令。你不能把他留在警局吗？他现在去就医，晚上会移交给警局，但是最多扣留24个小时。如果他的律师来了，时间还会更短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他在律师来之前什么也不会说。那麻烦唐警官去试试能问出什么。好。喂，布雷。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段飞出现，柳峰现在在警察的手里。他怎么会在警察手里？那个杀手死了，他能洗清跟他的关系吗？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不用管，我来天海是为了段飞，这个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。不行，你马上给我回来。不行，在我没杀他之前，我不会再接受任何任务了。喂喂，
马季在搜集资料，接下来咱们就去找那个柳峰算账。他现在被收押，只有我能去协同询问。那王蒙怎么办？只要能问出话来，柳峰身上这么多人命，他也活不了。哎，老大，那个杀了杀手的人现在还在逃？对。哎，那他会不会是吴学兴的人？说实话，我不相信布雷会听命于谁，很可能。糟了，怎么了？我没有考虑这些。如果布雷是他雇的，他就知道我和赤东所有的关系。我先回家了。注意安全。看样子失败了。我按照您之前说的，把所有的事情都随便撇清关系。柳峰死了吗？没有，我他的一个手下死，他现在在警察的手上。他如果现在说出点什么来，就等于和我们同归于尽。如果他不说，警察现在已经盯上他了，他再想下手也很难了。是我的错。你知道你输在哪儿吗？我早就应该派人跟着布雷，或者我亲自带枪去。哼，我早就提醒过你，越是占据优势的时候越要谨慎小心。如果你当初哪怕只有一次核查过柳峰的账，你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爸，现在怎么办？隐退，把总裁的位置交给苏菲。那我呢？你已经输了，还想怎么样？这些年我为苏家做的还少吗？我可以等柳峰出来了，再派人去杀了他，或者找个律师，到警察局跟他做一场交易，把他骗到这儿来。你这是第四次管我寻找机会吧？知道我的底线吗？我不会牵连到苏家。你就死了这个心吧。可是，算了，就算我能保下你，你还能替苏家赢得这场仗吗？你别误会，任何人做我的义子，都是因为他们对苏家有所贡献。你的贡献比苏菲大，你就是总裁。而现在，你如果继续待在苏家，就是对整个苏氏集团最大的麻烦。我帮不了你。爸，文文还在过来等着我。我绝不能就这么认输了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我只想要一个机会。
把股份转让合同给我。给我！潘总，您看新闻。怎么会这样？潘总，苏氏这是卖的什么药？转移股份受益的只有吴学兴而已，他害怕自己的总裁职位会被撤销，所以需要更多的股份。除此之外，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人都没有好处。潘总，苏氏又在抬高对我们股份的收购价格。他们都联系了哪些人？市长不是说他们几乎同时在和我们所有投资人接触？先不用着急，他们一定是虚张声势。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得到新的资源怎么办？我们已经不可能，苏氏集团已经走了大半年的下坡路，怎么可能突然拿出这么多的资金？一定是吴学兴放出风声，拿媒体的压力来压倒我们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你把我刚才说的话解释给投资人听，让他们先观望，吴学兴布的局一定会不攻自破的。好，我会跟云总先商量，你们先按照之前的计划去办。好的。哎，侍童呢？我刚刚回别墅，他不在，看样子被人绑架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如果是绑架，布雷应该会联系我。那如果不是绑架呢？我先看看有没有线索，现在只能这样了。段飞，你先冷静。师东不在，你能糊弄过去吧？先不要考虑这么多了，现在救云总要紧。你等等啊！段飞，布雷，师东在你手上吗？在。想见他的话，下午一点，开着手机。我不应战，你放了他。这你说了不算。啊，对了，你要是敢，就报警吧。全世界，全世界是一。